来之则安之。还有今天双倍亲密度，你已经失败了，你一个不灭学个 W 上来敢跟我硬拼，我属实是没想到啊。我回血了，直接回家，100%交传送回家，还有19秒了，还有19秒开奖啊！谢谢北风吹过的天空，1/7了，啊，1/6，还1/6啊！谢谢科技851，我卡住了，谁送飞机了？谢谢科技851和改名未中一次奖和蓝莲汉牛皮。我看过没过啊？过了啊，1100了。这几个任务随便过两个。3级打1级，如果这波杀口啊过来越我们塔，啊，那就爆炸了。但如果杀口不来越我们的塔，这就没有关系。他这个大气也可以刷点大气，我们差点大气。奥兰顿，银马来了，银马怎么打蟹呢？那怎么都打到上路来了呢？来，让他先放 W 啊，然后我们 E 他 ，E 完以后他指定 A 我们一下 ，A 我们一下往后跑，他指定是 E 我们，噔一下，他这次平 A 没打着。让他把盾给他打出来，先把药吃了，学个抠 EAW A 接双抠，可以越了。妖怪哪里呀，先抠他一下，给银马扛个塔，其实我想单月的，但银马要是上了的话，那就两个人一块月吧，吃点饭。沙口来了，不能沙口，沙口来了也打不过，那就死呗。反正这塔皮我这肯定得吃的。他一个技能都没有了，直接干这个，还在踢我。你要一直走，可能你还有机会能走得了，小伙子。说实话，这青钢影不太好打。这英雄带个不灭耗血太恶心了。
来之则安之。你别错，吃饼干，好闪现。不能再打了啊，溜了。哎，这怎么能踹着我呢？我的劲草丛是咋踹着的？养一波猪吧，不是我贪，我有脾气孩子他没有。我那皮还马上减速没了，他追不上我，我寻思闪我就不交了，正好我马上进草丛了，他也踢不着我，谁知道踢着了。给一个给一个吧，我还能吃点饭挺好。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. The Lambert can quick hop on. This Lambert can quick hop on. You want another hop?你往我这边跑，可能你还能走。这波我还没法去，关键是我兵线正好在这儿，我不推还不行。好黑呀！你这波我必杀你。沙口来了，我看见沙口了，溜一手，让沙口以为我们是去向。哎，沙口在这儿呢啊，我们走了，再见沙口，拜拜呀。这卡密人哪来的呀？哪有个眼儿？这个卡米尔的战绩挺符合他的身份的，这个金刚影二五幺。
你不回了吧？你回了，你这塔不没了吗？行吧，那我就只能拆了。来波瞎人诛心。红有吗？呀，他把红打了。天哪，为了不让我打红，煞费苦心呢。沙口是不来了？哎，让沙口过来，来，让沙口赶紧出现在我的身边。沙口，虽然我的蓝不是很够。伤害不太够，哎，没什么用，最后红还是还给我了。你是拿着红干嘛呢？我看见沙扣在下路了，真烦人呢，想回个家这么费劲吗？你过来给我踹他，你过来给我踢他，快点的。今天就不杀你就是走不了，是这意思不？啊，想扣我们两个人，那不可能。漂亮！哎呦我杀出来了！哈哈呀，杀出！这杀出是什么意思呢？去修炼个几年再来。兰博不上呢。交给你了，兄弟，我就撤了啊！我蓝不太够用啊，我这蓝如果是够用的话，我就先走了啊。确实没办法呀，没蓝了。正义联盟狗都不看，正义联盟上线了。既来之，啊！刚有个弹幕说正义联盟狗都不看，打的不好看呐。早就上线了，什么时候啊？最近不想去看电影。那 DC 就有一个 bug， 就是超人。有妖
别的人都拉，这没有一个能打过超人的，你说？那还连什么盟？还有什么好联盟的？就一开始就是，哎呀，首先那有几个人被暴打一顿，然后呢，最后超人一出来，哎，超人解决战斗就完事了，其他人一点用也没有，打小兵都打不过，那蝙蝠侠打小兵都打不过，你是要他干啥？俺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海王不服，这假的就给你打爆就完事了呗。你看那拉克斯都马上都死的人了，非得要过来骚扰一下我红干哈呢？正义联盟应该叫做超人与他的挂件。超人也有弱点，而且很明显。谁呀？什么弱点？他的弱点是你。那个女的叫什么来着？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我给忘了。他的弱点是他的女朋友，像我一样。不下来补个车啥的呀，那小猫就一直挂着。站住！是不是就像原来这是个假的？把黑切，现在的猴的这个装备也就是这样了。如果你不是很顺，九头蛇可以收了，不要了，撇了九头蛇。光挂一个提亚马特也行。来个蟹手，蟹手完事以后把这一换，换个什么？春哥蓝盾反甲15。赛瑞达随便换一个，俺
暗的取经之路才刚刚开始。92万惨，怎么惨了呀？我15级，那耗着13级。只要这波耗着死了，那 MVP 一定是我们的，你放心吧，放心吧。当然，我只是建议，别问我，我不知道。敢往我脸上跳！战斗学院说原版台词儿确实有点问题，换一个台词儿，谁道你给配点音呢、啊？你换换音呢、啊？取经才是重中之重。本来的特效就不多，也没办法，这皮肤就是凑数的。主要的主角是女警，那不对呀，那下一个那个皮肤多好玩啊，那个机器人跟狗头人的那几个，那机器人跟狗头人的那几个配的就挺好的，大小子我下来，你不要磕了，战斗学院猴头像都没变，怎么没变？这不头像吗？你拉耗子，谁拿基地谁就是 FV。 你看 MVP 吧，耗子死的太多了，那耗子他不配，他配不上的 MVP。